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2012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第7轮。那么来为您做讲解的呢是赵守勋五段。哎，赵守勋你好。你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是一盘主将之战，非常应该说非常出色的两个人哈。这是山东景致酒业队的主将范廷钰三段和辽宁觉华岛队的主将赵汉成九段。赵汉成应该说，他是去年啊，这个围甲这个主将位置上表现最出色的选手。是的，虽然他不是这个最后的最佳主将获得者，但是他是胜率最高的，因为他盘数不是下的非常多，所以说如果按这个胜率来讲，他应该是排名第一的。范廷钰呢，我印象中他范廷钰是最佳主将，对，而是去年的最佳主将，所以说这两个也是去年的围甲在主将位置上的两个最厉害的人物之间的一场对决吧。尤其是小范他最近在这个国内和国际赛事中成绩都是非常的好啊。是的，前不久刚刚在英式杯当中杀入四强。在国内也是蝉联了3届的新人王，很了不起的一个记录。对，因为新人王他不是挑战制，他这个赛制呢就是淘汰制，不管你上届是不是冠军，那么你下一届呢都得从头来，都是从底下这个一直往上打。那他能连续3年，至少说明他已经连赢了，我想一下，至少是连赢了9盘了，感觉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反正好，年年都是2-0决赛，这是非常厉害。因为淘汰赛呢，一般来说偶然性比较大，虽然说你具备一定的实力，但也不证明说你在这个比赛当中你要发挥特别出色才能很好的拿下这个冠军。是的。而且小范呢是可以说现在是90后的代表人物了。去年呢是爱慕先生队的第一号主将，那么他在主将之上基本上是连战连捷吧，然后最后夺得了最佳主将。那么今年呢，这个山东景致酒业队呢就把他调回了这个主队。对，就是我们俗称的山一队和山二队，就把从山二队调到了这个山一队。山一队呢也还是继续很信任他，继续然后由他来做主将。是的，说明对他这个寄予厚望。对，而且他在此之前的主将战上也是发挥非常出色，就是今年对已经取得了3盘的胜利了。对，他好像就下了3盘都赢了主将，非常厉害。好，对，那我们先来欣赏这盘棋吧。这盘棋是由小范执黑先棋。小范的黑棋，这很流行的下法，对。这个流行程度大概仅次于中国流。中国流，对。这个叫什么？之前好像没有一个，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一个称呼，现在还没有啊。这个叫迷你中国流。是。啊，这个叫迷你中国流。对。这个呢，这是小号的迷你中国流，不知道叫什么。现在暂时还没有，但是我相信以后肯定会有的，因为它现在是太热了，大热门啊，很流行。最初好像就是大家都是刮完脚之后就当场在这个局部走的，然后后面呢发明了这个就号称迷你中国流。就是比较注重全局的下法吧，不在意这个局部多做纠缠，它更看重的是全局配置。那这个就是经过了几百盘几千盘的这个演变之后，觉得这位置比这儿还要好，所以说大家现在选这儿，都是经过了很深入的研究之后才有这个这招棋的下法。他具体来说，他之所以挪过去一路，是因为就想让人家挂进来更不舒服一点呢，还是什么意思呢究竟？这个如果要说的虚一点，他就是说觉得这个点兼顾两边比这个更好一点，就是说这个对脚上的这个防守啊更好一点。比如说你这个将来人家挂进来之后啊，毕竟他脱退完之后还有个小飞这个权利，他还能就地的安定，在这儿的话就更没有这种可能了。就是对脚上来说他防守的更这个牢靠一点吧。这是说的比较虚的，其实还有更实在的。更实在的呢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如果分头，他这边不管是这个这3个点都可以选，
啊，不管你走哪儿，然后白棋叉，它一飞，白棋飞，我们先摆一个，如果在这儿的话，摆一个基本图，就是白棋如果压，这样。接上，这是个基本图，下的比较少了，现在因为黑棋不是很满意，但如果这个棋呢能挡住的话，黑棋就很满意了，这个目数差太多了，差了接近十目棋，这能挡住和这个差太多了，而且跟白棋的眼位也有关系，对，白棋还不活了，但这个挡住呢很遗憾被人家一断不成立，黑棋不太好，也不是完全不能下，就是，不好下，大家对经过研究之后就觉得这个棋还是不这个作战不是很有利，那么我们这个结论就来了，如果在这儿的话就可以挡，这个作战就是白棋不利，那就是说，差一路，人家断的时候就不从底下打，是打就直接从这样打下来，打了跳住还是后跳还是贴住，跳好像都可以跳住比较多，这一路之差还是差很多，对，这个主要是气跟白棋这杀出来之后这个气差很多，然后摆起来变化也是挺复杂的，但总之是，就是大家记住一个概念就行了，这个棋黑棋可以挡，如果像这样黑棋可以挡，这一挡白棋就不是很好，这效率太高了，这个接和挡比差距太大了，对，这是实实在在的来讲这个差距是在这儿，所以现在大家都下这儿了，对，所以说现在下这儿的比较多，他是追求的那个挡，他实战是白棋还是分头哈，分头之后黑棋他是走的这个逼住，对啊，是最近才开始流行的，一般来说都小飞下的多一点吗，对，小飞大飞都有，这个是最少的，之前最少，之前这两个点是比较多，那这个每一个点都很微妙，都有区别，比如说小飞的话，白棋可能拆二的就多一些，白棋大概会拆二，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拆一的选点，所以说你在过来的时候啊，这边变化如果一旦形成作战，比如有的时候白棋会这样爬了，然后尖冲进去，爬了顶住，尖冲进去，尖冲，对，这样一旦形成作战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拆一，有这个拆一的余地，所以说白棋这块棋相对是安全。相对来说不会被黑棋攻得很苦吧，比较安定，这是小飞的特点，如果大飞呢，当然我这是就是泛指啊，这个是不一定的这个以黑棋也可以下，大飞呢白棋有的时候就不会选这个了，白棋有的时候就会走在这儿，对，他变招，这招棋呢意思就是说他要局部安定，这招显然比起这个来说他这个局部拆得宽一点，眼位就多一点，他要求比如说你走这个他就落一后手，然后局部安定拖一下，对，这个大家可能在棋谱上也很容易见到，我想你们见到这个的时候一般都是黑棋位置是大飞的，这是所以说有一点必然性，是这样的，如果黑小尖白棋也是就补一个跳一个或者是飞这个都有，我就在想这步二路这个拆，不知道最早是谁下出来的，这么富有想象力，很有想象力，对，一般不太容易下到这儿，对，这等于挂角，如果你看上幸会的话它是挂角，这儿很容易想到，对，这小木呢就挂在二路上去，稍微有点奇葩，这张棋对上反正有这么下的，不是绝对好啊，但是就是说一下思路吧，对，是这样的，那如果在这儿呢就是更不一样了，在这儿白棋的选择就更不一样了，他实战是既没有拆这个也没有走这个，走这儿，对，他是走这儿，这招棋就是更是回避的厉害，就是局部不跟你纠缠了，他是怎么走的，我们看一下他的思路啊，黑棋跳，那如果说白棋走这儿的话，黑棋假如说跳回来怎么样呢，跳回来的话他就达到目的了，因为比如说你在这儿的时候他跳回来，这个棋如果黑棋只是跳的话，这边的效率并不高，这拆的位置也就是很普通嘛，属于是你自己在这儿围，这样白棋不会害怕，比如说我们换个次序，你如果先走上这个手脚
那你像这儿，你在这儿围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手，啊，对不对？显然不太对。显然不太对，所以说白棋不会怕。嗯，那他在这儿呢，他也不会怕，就是一个道理。嗯，就是他如果你要是围一个，他就达到目的了，是这样的。啊，他是就是他希望你来围一个，啊，对对对。对。所以说黑棋，它一般来说还是要追求一下这个高效率，嗯，就是说拆在这儿的意图吧，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全局的构思，嗯，要追求高效率才行。那这样的时候他来拖，嗯，如果挡住的话黑棋就贴，这个就没什么区别了。然后他长的话就一直贴是吗？哎，对，一直贴，这样围控，这棋黑棋局部效率还是很高的。嗯，虽然这个地方有打入，但是就是我们单看这局部吧，黑棋还是很满意的。嗯，直接这几手棋就已经把这儿的空都已经围住了。对对对，他没有划手数，就直接一下就围上了，还是效率蛮高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呢，他也是追求一下，他拖这个啊，是这样，这样的，拖这个，扳，这很微妙，先拖一下，再挡。这个的意图就是说你如果再贴过来的时候，就明显不一样了，这个时候黑棋白棋可能我估计会这个时候扳一下，现在就扳它，对，还是有区别，这个扳黑棋挺难受的，你如果吃，那我将来最起码这个地方吃了度过，是官子便宜，这个很大，官子便宜，对，便宜了，我印象中是便宜了八目棋，但如果说跟像刚才那样飞住的话，就下不成这个样子了吧？对，如果你这样的话，这你再拖，人家肯定是搬里面了，就下不成了，这下交换不到了，所以说他交换到还是便宜很大的，是的，这样的话黑棋再贴他这搬一下太讨厌了，别说是八目了，一目棋都不肯轻易给你的，何况是这个直接一个贴目就出去了，对，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他这样黑棋就不能来这贴了，这交换着一下黑就不能来这贴了，他不在这儿贴的话，好，先抢占就脱先了，对，脱先了，因为这个白棋，就是说有利有弊吧，你先脱了一下之后，你便宜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黑如果贴那他就便宜了，但他有亏的地方，就是你人家可以脱先了，你自己走也走不出什么大棋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下交换，因为在脱先的情况下他总是损的，对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没有的话，那白棋总不可能来这儿拖，拖的，那直接就挂进去了。是，或者尖冲。总之这个拖一下还是，就是也有亏的地方吧。是。所以这个定型，还是挺有必然性的，就是双方每一招棋都是针锋相对，都是根据对方的变化，这个怎么讲叫见招拆招吧，反正也经常能看到这个变化，对，经常能看到，但是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子的位置是很有学问的，很有讲究的，不一样，每个选点都不一样，是的，而且它会关系到上面以后的发展，都不一样，对对对，情况会大大的不同。棋家这个二间低家也是近些年来比较常见的，棋点，选择了一个很我刚说选择一个很简单的变化，结果发现这个结果不是那样的。长的时候呢，他没有下错吧？一起爬。爬了一个。这个连爬的下法是，可能就这一两个月非常多，但是这个场合啊。对啊，为什么这个场合来说是极其少见的，一般都是这样的场合，就是白棋这个地方有个子的时候，黑棋这样连爬，结构完全不一样，就一点可比性都没有，他这个连爬的本意啊是他要脱先的，就是你再长他脱先了，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再拐下来我就扳粘，对，因为这个地方白棋很扁，这价值很小，是白棋在这儿，就是前提是这儿有拆二，是这样的，黑棋可以连爬但这盘棋呢，人家这儿没有，还空旷得很，就连爬，这个是我觉得太有想象力了，看来传统的定式都已经被颠覆掉了，因为本来以为他搬粘了跳出来，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定式，但是他就这样飞出来了，看起来呢，他想把这个搬粘省略掉，
那么搬砖省略掉的后果呢，就是这个字以后有活动出来的余地。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就是反正我们通过之前这个角上分析，大家也能感觉到，就是下棋其实任何一种选择啊，都是可以说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是的啊，你这个就比如说 B 柱它紧凑一点，但是自然它也有亏的地方，人家一旦下后了就打入很严厉。是啊，对，这边也是一样的，你这个爬出来呢，相比来说它这肯定是速度很慢的，本来我一手就搬砖了跳出来了，我就等于多爬了两个。对，对不对？多爬两个，三路跟四路这个爬交换，在布局一上来肯定是亏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除非是结构非常非常的好，不然三路跟四路交换肯定是亏的，那他明知道亏他这么爬，这个肯定是他也有所得的地方吧，就是刚才乔老师说的这个棋将来他跑出来，从这儿跑出来啊，就跑出来厉害，他没有搬砖，没有搬砖，这个子的活力就大得多，啊，这个子就生命力啊就旺盛得多，如果他一旦跑出来之后呢，啊，他还要求攻击白棋，他还要求对你进行一个威胁，是，所以说这时候我也想，就是看到他这招棋，我觉得这个小范同学确实是很执着，他这个棋啊，他连跳他都不肯跳。按说这个棋形跳一个是没什么毛病的，对啊，这个也没有冲断也不成立啊，就是总第一杆总是跳出来好嘛，棋形快一点，出头也快，然后这个局部效率也高，你这既然不能冲断为什么不跳，对啊，这脚上一点问题也没有，即使你冲断也没有用啊，没有用，你这搬砖也后手，对，但是他我估计啊他是很执着的一点是在于他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人跑出来，把人跑出来的时候呢，他这个飞没有借用，大家看你走什么都是后手，对，除非你这个不便宜，捡这个，这被人家藏出来或者搬起来，对对，这不便宜，但你局部除了他之外你走什么都是后手，而这个就很明显，这个是压压靠啊什么的各种先手，那个如果跑出来的时候形成比较激烈的作战的时候有可能就有关系，对，所以说这张棋我觉得也是，哎呀，很体现他的个性啊，他明知道局部亏他还要走这个，就是他有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愿望，就是一定要把这跑出来，没错，他这都亏，每爬一个都亏，这个飞也亏，这我想他这么高的水平肯定是都非常了解了，他对自己的这个下法这个得失肯定是非常了解的，他就是想要以后跑出来是吧，对对对，我们看看实战吧，他有没有这个如愿，白棋挂角，白棋挂角，小范是一个非常注重实地的棋手，对，我对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就是之前跟他有交过手，小的时候交手没有正式比赛中没有交手，因为他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年龄 对年龄差距比较大，时代不一样，我是在他没有定段的时候，定段之前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曾经给他这个摆过棋，就是上过课吧，算是老师，但是当时啊他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给他摆棋的时候说实话也不能完全说是在教他，对，只是就是交流吧，切磋一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所以我对他还是非常了解的，他的棋风是有一点点极端，我感觉有一点极端的注重实地，对对对对，就是有一点这个酷似这个日本的赵志勋老师，就这种他非常注重实地，有一点极端，所以说这个棋大家看从布局就体现出了风格，这边连爬，对，然后这挂的时候呢他要砸丁，对，其实我感觉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他要继续贯彻意图啊，把这跑出来可能也是不错的，直接跑出来，对，就直接跑出来，因为这个地方轮白棋下无非也就是点角走这个我可以盖住，这地方让白棋连下来还真是有点不好办，没什么，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这个最多如果打入的话啊，这棋打入的话我们大家这个发挥一下想象力，等于什么变化，其实也很简单，你就等于这个，对，等于我一间低加的时候你来这双飞燕嘛，这不局部也就是个定式嘛，对不对，你来双飞燕转身啊，我盖住这你再点角什么，这就是一个局部定式而已，对对不对，
Casey 可以心平气和的就要求把脚好好的守住就行了。对对对，那我不怎么，你这打入既然不成立，你就没有什么好严厉的这个手段，大不了就是点脚嘛。进三三无所谓。对，进三三无所谓，就是一个实际问题。是。那这个既然他这边其实已经付出代价了，把这跑出来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连贯吧，至少是他这个思路上比较连贯。不知道他现在是，他这个，对，他可能就是棋风问题，我觉得他就是担心人家，比如说阵完了弄个先手，就把这个地给他拿了。就实地对于他来说，对对对，生命他非常敏感，对实地非常敏感，拿去很不舒服。所以他实战呢还是选了一这个，但是就是说，我后面从他这个结果来看吧，我个人的感觉啊。他这个下法不成功，就不是说他一招棋的问题，不是说这个爬这个局部不成功，是他整个这个思路来看不够连贯，不够连贯，不成功。他这个下法，还是觉得效率上有点问题。如果想这样下，那早先还不如就把这个班章掉。啊，对对，你如果就想好了这边我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嘛，对不对？对，那个，那我就直接搬砖出来就好了。如果你这样很极端的去，威胁白棋要跑出来，那你就贯彻意图把这跑出来。我觉得是这样会好一点。是的，他实战，你看他实战是这样跳。因为这边一旦被白棋加强了之后，你这个跑再跑的话就有点过分了。对对对对，就比如说现在他就已经有点过分了，你再走人家镇住。这他现在就不从这儿来了，他这边已经比较后阵就可以预见的变化吧，跳一个，这之后人家这个地方都是子啊，黑棋这出头的路现在显然是不畅通的，而这个地方有刺断。对啊，我就想刺一个要怎么应对。你要是去靠这做活，感觉效率不会很高，这个地方太狭窄了，太拥挤了。这个地方这个棋形也挺绝的，就是说你虽然扎了一个钉，被人跳起来交换了一下，但是接下来白棋，我觉得这个进入可能比原来那个进入还要，对对，这更厉害了，这个明显是更厉害了。这个在打入的时候，这个更严厉了。你压它可以搬出来了，这样，它应该是争子有力吧？争子有力，跟这个有关系，争死了。对，那这样明显比那样要有。对，它这个子啊。这个子他是帮得上忙的，你这个子是帮不上忙的，这很奇怪，看上去我这里面多一个，对，其实你这个反而帮不上忙，我这是帮上忙了。这个我们还是摆出来吧，就是我们说的是哪个征子，给大家摆一下。好，对，接上。如果说你现在断打挡下去，那么就征这个就征死了啊。对，就这两个点，现在黑棋只有挡，这样一征，对，就征掉了，就征掉了。是的，所以说这个棋啊，人家跳的时候这个打入更厉害了，这你反而不能脱先了。是啊，白棋争子有利的时候，黑棋还是要补一个。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扎钉，时机是不是这个值得商榷啊？是不是还是跑出来好？飞这个如果不好的话，就这样飞出来。总之还是要贯彻意图吧。他实战呢？就算了，实战就冷静的跳回，冷静，对，这样等于没有抓住机会，所以白棋补，跳补一个，跳补。这个时候他一看这个子，这人家补了，他这个子就没有什么活力了，就只好搬砖，这太大了，这官子得走。但这样的话，我还是觉得黑棋不能满意。是。就虽然说这个定式，如果说照之前搬砖完了跳出来的话，人家多跳了一个，这里好像多补了一手。但是你问题是你之前已经损了，你先爬了好多。他多补一手很有效率，这招棋本身就要补。我觉得这招棋你不补的话，人家阵怎么办？就是比如说这样的时候，就算是这样的情况，对，不补的话，首先他可以加出来，就算上面阵你也挺难受的，这两边肯定要被黑棋压缩，他也可以先跳了再阵。这个跳一个本身就很有效率的一手啊，这招棋不是说是我自补，就是这个没关系的地方补一个，这招棋本身就是大。然后这边呢，等于我这贴的时候你接回去，这接回去还是不能考虑的，这本身没棋的地方
先手尝一下。对对对，本来是应该是这样的，人家压你肯定是尝出来的嘛。对对对对对，这往里面去接了一个，你跑回去了，变成这样了。对对对，这还没跳，还飞的。如果正常的话是这样的事情，跟这个比也可以看出来。跟这个比也可以看出来，对，这边白棋薄多了，而且黑棋这个头一样是很硬，嗯，这就是差多了，比实战那个效果，嗯，所以说白棋呢，我觉得还是便宜了，这个局部，嗯，像这样白棋还是便宜了，黑棋唯一就是聊以自慰的，就是他强迫白棋选择了这个方向，嗯，如果他直接跳出来的话呢，白棋可能是打入的，对，就不一定会从这儿挂吧，是。嗯，他强迫白棋，但是白棋其实我个人觉得，就算选这个，他效率也不低啊。人家招招都走在这个，很有效率的地方，你这亏是实实在在的。可能小范觉得他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实地，两个角都拿到了。但其实，在布局的时候，我们判断形势不能按数目了这种方式来判断的，这个是不准的。嗯，这个目数只是，现钞。对。啊，人家这有大量的银行存款在这存着呢，这个是很厚，那个将来发展潜力很大。所以很多一流的棋手呢，他们就看一盘棋的形式啊，尤其是前半盘，比如说进行没多少的时候，他都是看棋的进程，对，而不是直接去数这个目，数这个目本身就不好数，对对，再加上，后面有很多东西你可能是隐藏的东西，你也不能一下子看得到，所以不如看棋的进程来，看判断这个进程，对，清楚一点。比较双方棋子的效率，是结构和效率，嗯，这是比较正确的判断方法吧。这点目来说呢，现在肯定是黑的好，毫无疑问。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时候还是白的挺好下的。嗯，刚才现在走的是这个啊，这个最大了，全局最大了。这也是舒服，舒服之极啊，这非常舒服的一手，就先手尖到。刚刚还在想这个尖是什么时候走的问题，结果他立马就走了啊，这个太大了，这个对，这个叫做双尖六目。如果我们从那个单纯从目数来说啊，双尖六目，那黑棋如果说能先抢那个吗？好像有点黑棋呢，这个双尖六目要怎么看，嗯，从单纯从目数来说是双尖六目，是，但是你黑棋这个呢是不好意思下了，对啊，黑棋不好意思下，他即使他是先手啊，白棋我估计他可能是挡住，白就挡住，嗯，但你这下交换完了，他这多个子，这白棋厚了很多，你将来这种什么上面掉啊清消的时候啊，你都走不着了，嗯，他别看这个一个子还是有区别的，对，我这样的时候有点不同，这样的时候毕竟我将来急了，我这点啊，嗯，都是先手双先六目，这个是对白棋来讲很舒服的，白棋都是白来的，但是你轮黑棋走的时候呢，他不好意思走，对，所以这个地方是基本上是白棋能见到，嗯，挺奇怪的这个棋形，嗯，啊，如果说是很单纯的目数的话，那黑棋当然是不飞这个，直接先抢，对对对，那肯定的，哦，如果是后半盘 啊，就肯定他会抢这边，主要是跟后外面后薄有关系，他又不肯随便尖掉，嗯，是是是，那这个你没办法，你不肯的话就是我的，嗯，接下来白棋走的是这个飞一个，嗯，这步棋总的来说还是贯彻意图吧，对，但是我觉得从后面结果来看啊，这步棋还是表示质疑，我就是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表示质疑，嗯，因为他从后面的效率来说这招棋实在是效率不高，嗯，因为这步棋首先他对双方的这个死活和厚薄没有任何影响，嗯，因为黑棋这块棋是这个你可能在连下三四手你也吃不掉人家的一块就是铁活的棋，嗯，你封住了一块活棋对厚薄没影响，白棋这个就更不用说了，这个谁能就是大家看谁能说去威胁白棋，你黑棋你随便走，你怎么去威胁我这块棋，对不对？也是很铁的一个棋形，我都补了一个了。那所以这张棋呢，它对后薄没什么影响，它唯一的效率就是说，就把自己这个好像隐约的要连上，要围控。嗯，这是白棋这张棋的唯一的一个价值所在吧？是。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说，它这张棋能围多少控的问题。嗯。看上去是挺大的一手，啊，我觉得这招棋还是
就是从效果来看，他可能甚至都不如就跟着走，嗯，或者是比如说走这个，先走上面，对，先走上面。那黑棋，嗯，会跟着他阴影吗？黑棋，我觉得大概会阴，这个比较大的，嗯，然后这样就是这样再走过来，嗯，效果会好很多，这样比较连贯哈，就比较连贯，对对对，嗯。单走那个的话，很容易觉得有点落空。如果被黑棋，黑棋很容易抢到先手啊、这个。这个目的太直接了，我感觉这个太单一了，就是要围控，这个、硬围啊，谁都不怕你。是。现在黑的冲一个，白掌，啊，这跳，这个点太好了，实在是。这跳完了之后，白棋看这边，实际上你什么也围不着。嗯。而黑棋这条棋呢，双方校长，很显然是双方这个阵势模样，双方校长的要点。嗯，感觉上白棋这两手交换可能欠考虑，有点欠妥，而且这个跳之后接下来这个尖三三马上基本上变成绝仙了，快了。对呀，这时候呢比如你跟着我围，就好像白棋是围不过黑棋的，黑棋我就加进去、嗯、他如果挡的话我就加进去，那只能接回去。对，再多拨，接下来还得走一个，不管什么以什么方式走一个。但你这样的话，黑棋飞，这个白棋这都太厚了，这后势围控，黑棋这都是这么虚的地方去围控，嗯、白的围不过黑的。对，就这个效率还是我觉得还是太成问题了。这花一手棋把这个头封住，然后把这个全局的要点天王山让给人家，嗯，好像不行。这样白棋是不能下的，这白棋不能这么选择，不能这样孤注一掷的围控，而且在全盘黑棋没有什么孤棋的情况下、啊、对对对，你除了围控没有别的可以取得利益的道路，那就这个太冒险了、对对对，太冒险了。关键是他没黑的大，黑的这比他围的大、嗯、围不过，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家跳的时候他发现围不过，围不过的话那你这条棋之前的这个围可能就有问题了，嗯，啊，就也没法连贯了，他被人跳了之后不知道该干嘛了。对，不知道该干嘛了。然后他实战是来这儿跳了一个。嗯。就我就觉得这两步棋是、嗯、感觉白棋就是很不情愿吧，我觉得很不舒服。反正至少是第一感看到这两步棋、嗯、是有一种不太甘心的感觉。因为这个和这个实际上是一样的。嗯。这都属于是对人家没有任何威胁的，这人家根本理都不理你。这都厚的跟铁一样的，就看就对你这张棋可以。就无视掉你这条棋，啊，对、白棋来说也一样，这个白棋已经很厚了，这个比如说你要走这个，那我就算跟着你围，你这都帮我围控啊，你这个飞再多也没什么效果，就是说有可能攻我这个倒是，有一点可能吧，但是这毕竟也是，就是不是很怕攻的棋型，也是走的挺白棋走的子挺多的，就这条棋跟那个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干围。没有别的其他的利益，就是自己在围控。对，所以感觉这一代的交换、啊、小范还是嗯啊、挺得力的，我觉得这个黑棋更自然、这个、是他见这个太大了，这条棋现在快四个角了都啊，对，四角四角穿心，对，符合他一贯的棋风。嗯啊，白棋是尖冲，黑棋下一招很潇洒。嗯，是，现在黑棋应该考虑如何清消它中间的模样，不要让它围得太大。对对对对。嗯。这样白棋呢，实在走这个，这条棋心情非常坏，其实。飞在这儿。对，飞在这儿实际上是没目，这个被人拐完了之后，这个地方真的是没什么目，它、嗯、就是联络，实际上。对，即使你以后能挡到这个，抽空挡到这个，这被人家飞一下。对对对，反正这个基本上是他绝对先手、嗯、拐一个。就正常的来说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一手棋嘛，你先我一手棋就拆过来就算了、嗯、对不对，那我现在在这儿连一个，这是什么棋啊，这个也太臭了，这条棋太小了，没有用哈。对，我这个大飞人家这条棋效率多高啊。嗯啊，这个是经营自己，然后同时往你这个大空里面去清消，你这个就是有点太不对了，所以说这个棋啊，白棋是心情非常不好的，走这个、嗯、爬在底下。
大跳大跳。但是张汉成的棋呢，他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稳吧，可以说非常稳，也可以说是他对这个厚薄有独到的见解。是他行棋很厚，而且你觉得他厚的同时他时控也不一定差，就是他总是会对保持这个全局的均衡，均衡感非常好。是他这么选择呢，也许是我这个可能水平有限啊，我是觉得他不太舒服，但是他自己心里肯定是有谱的，他对这个全局的均衡啊，对，还是一直他是在掌握在自己的这个手中的。现在他这步大跳，跳了之后，就是黑棋这边还是隐约有一点的这个联络上的问题，有点薄，有点薄。对，那黑棋现在应该考虑如何进入中府吧？现在就是绝对是中府啊，是双方的一个焦点。不管是从目数来说，因为边角上已经没什么东西了，是目数来说还是这个主动权啊，白棋这个联络也没连好，黑棋也没有完全连好，所以肯定要向中府出头。对，但他走这个黑棋是怎么下的？它是飞的。这步棋很有意思，这步棋呢它没有选择直接的这种这个发力就阵头，它是选择了很柔软的飞一个。其实我理解他是希望白棋比如说你来这儿靠，然后他顺势进入是吗？对，要搬吗？搬一下，当然能搬最好，就不搬没关系，他对就长过去没关系，因为你在这边你是围不上空的，这我有头，这我有头，这个地方是不毛之地，所以你贴的越多他越高兴。顺势往中间插。对，刚才我们还在发愁不知道怎么往中间去，对，现在找到方法了啊，这就得让白棋送你一程。对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走，对，让他送你一程。嗯，这样的话呢，这个顺势啊就把白棋控破，这白棋有点引狼入室感觉。对，把黑棋赶到自己家里去，不行。所以说这条棋他也挺坏的，他这个不阵头，给你个机会让你来靠。他这个肯定是好棋，肯定要比阵头好，阵头的话自己这个属于后先中后啊，你自己还得连一步，这联络有问题，他这个相比来说联络就好得多啊。所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白棋现在反阵营。白棋飞，棋星下的都是堂堂正正。这白棋的招也挺那个什么的，人家飞一个根本就不理他，直接把那个先撑住。对，白棋反正你一手也招不住我。白棋是也是没办法，他这个是大本营啊，这个空不能让黑棋轻易的就那个什么趟进去。再进去的话，应该空不太够了吧？对。如果这像刚才那个变化图，让人家长驱直入的话，对，走围到这一线，这个空肯定是不够的。这黑棋四个角，是在那一带跳，但是黑棋他补强自己的同时，就还是往白棋的空里渗透。是，嗯，在这里有什么好的切断他的方法？比如说这样能罩住他吗？好像不太行。罩住，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肯定是不太行吧？这样好像不太行，左冲右冲冲两下，发现这个他局部也活了，他就不可能死，这个这地方空间还是蛮大的，所以说他还是先这样。其实他就贴出来，这非常大，这个贴出来，比如贴了之后再飞出来，就比如说你我们摆的具体点嘛，假如说人家飞一个，这样的话呢，这块棋真的就是要白棋要面临被黑棋搜刮了，最起码是要搜刮了，他不说吃你。这样黑棋就是化被动为主动了。是，对。那有了这个飞之后，不管你这边怎么出去吧，回头一照，你马上要去做眼了。对，这个做眼是像太难受了。这做眼的话，你脚上就不可能活得了了。对，你要比如说你要卖这个班粘，或者说你签完了，人这个力肯定先手，对脚上所有的味道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棋不能忽视这个厚薄，看上去好像我也死不了，对不对？你就来攻好，但实际上这个效率太高了，他一手把你分断之后，后续的利益太多了。是，接下来就是全都是黑棋搜刮白棋，所以这个时候黑棋跳的时候，白棋也只好贴住。
但是这个其实白皙能贴住他实际上是很高兴，我觉得能贴回去就很不错，对，能贴回去非常好。这一手棋贴就把两块骨棋连在一起了。现在就是形势是不停的发生变化。之前我们说白棋这个肯定是当后士用，对，不管你黑棋怎么想，我肯定是拿自己当后士用。 对，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黑棋中央子多了之后啊，白棋这个真的是要被黑棋搜刮了，就它真的是一块不活的棋，所以说这个时候它能够连回来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而且连得挺结实的，你这儿休想再断了它了已经。对对对，其实我感觉我这个时候我感觉小范他可能是有一点优势意识，他自己可能觉得不错，对，他才会下这个跳一个，要不然的话这棋还是很想贴出来的，非常想贴出来，直接就贴出来了。对对对，直接就贴了飞出来。当然这个就有点复杂，这棋冲出来、嗯、这样黑棋我们刚才自身他这联络也不是很稳，对，没完全连好，它有点薄，像这种地方人家可能还是要穿了顶断它之类的。对，但这样的话黑就可以考虑像这种就是比较激烈的，对，缠绕一下。它薄吧，但是黑棋相对于白棋来说是比较轻的，是我们看白棋这两块棋哪块都不能死，哪块死了肯定就结束了，对，结束了，我不管我拿任何一个地方给你转换你都不行。黑棋相对来说呢，它死了，比如说我这死了，我只要跟你某种方式形成转换，它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这棋比如说靠完了之后，我不知道白棋该怎么应啊，这比如说就这样把白棋分段，先逼他在里面做活，对，你一定要先逼他做活，这个就即使他出头吧，你也要把他分段，分段之后让他去撞，感觉效果要好一些，要比他这个单跳好一些。逼他做活完了，这儿有子了，有了接应了，对对对，你这儿再长啊或者是跳之类的。对，这个棋毕竟我是觉得这棋黑棋轻啊，黑棋比白棋轻，所以说这个作战呢黑棋不怕，白棋负担更重，你不能这个轻易的去转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跳有优势意识，他可能觉得白棋之前下缓了，就是跟我们之前判断一样下缓了，是，所以他觉得挺好，这样他觉得他空多，这是无可质疑的事啊，他高高兴兴的往里跳，跳进去，看来小范是一个非常自信的选手。对，但他小的时候是很悲观型的棋手，是吗？对，这个是有了一些转变，转变，这个都是根据这个自己的状态。你赢棋赢多了，谁都比较乐观啊，我盘盘都能赢，怎么下都能赢，肯定变成乐观型棋手了，对不对？那倒是，怎么下都输，那估计古力也是悲观型棋手了，变成那个是看状态的。就我记得小范啊，他还保持着一个记录，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啊。他是在从他定段一直到迄今为止，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了吧，快四年了，应该是从他定段开始算应该是快四年了。他好像是每一年的每一年得我们要公布这个职业棋手公布三次这个等级分排名嘛，他每一次公布都是在涨，这太可怕了。大家想想，一共十二次，大概是太厉害了啊！就算了十二次，就是他每一个季度，他的这个状态都是保持着上升的状态，对，从他定上段开始，而且涨得还很快，不仅是在涨，而且是飙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棋手是有这样的成绩啊？我感觉不太清楚，不太清楚。没有做过调查，但是对，就如果要是很年轻的那种，我们不算啊。就比如说你刚定段的那样的不算，就至少要经过两三年的这个磨练吧，锤炼吧，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还有这个记录。他我印象中是没有问题，他是每一个季度的这个公布等级分都在涨，他不光在涨，而且涨得很猛，很猛，这个就不太容易了，这个对，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吧，是，至少是说明他这个状态一直是在上升，一直在前进，是能保持这样的状态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自信也是有道理的，他也是，对，比较自信。刚才蔡老师说，就这个小范他比较自信，对，他也是有道理的。他这成绩确实是很好，很稳定。是的。就不知道这盘棋他这个自信对不对了。我们就一会儿看看他这个结果啊，就能看出来。像白棋是搬了一下之后飞住，但双方都很自信。其实不仅是小范自信，
张汉成他也自信，对，对，其实他也不搞你，他就是搬搬住，让你补上脚，然后他就为，就各为各的，然后处于这种状态。张汉成看他其实就能看出来，他是一名非常自信的选手。嗯，对，很老道，感觉上，嗯，你想抓他的这个毛病很难，是，他非常老道，他补的都特别厚实，他的棋，对，棋形感觉很好、虽然他很厚实，但是你还不见得领先，对对对，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时候白的和黑的把这拐了，嗯，这很舒服啊，这下先手。嗯，这个棋呢，如果要是黑棋，我们看黑棋过一会儿，如果看结果啊，如果他输了的话，就说明之前黑棋这个布局还是不太行，有些问题，我觉得就明显有问题。嗯、就是说之后我觉得黑棋啊还是下的比较顺的，就这儿白棋对这个走就是我们现在都看不太出来这招棋有什么效率呢？这招棋他是在干什么呢、嗯？这招棋他又是在干什么？你本来一招拆二就能围上的，对不对？就感觉上白棋是没有下什么好棋吧，最起码是没有下的很出彩的地方。这儿尖冲了一下，然后跳一跳。对，你这个尖冲我总无法阻止你啊，你这尖冲进来，对谁也挡不住你，对不对？这个地方你也让我围上就算了，就白棋都下的很那个什么，就是不能说缓吧，就是他下的很稳。那如果你这样你还不够的话，那就只能我们前面找一对倒推对，往前再推，去总结。嗯，接下来黑的是拐了之后靠一个，他觉得中间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薄味儿，需要补齐。对，来，他再靠。嗯，这个棋其实白棋还是就是白棋还是潜力蛮大的，对，他这个后味儿收官的时候能发挥出很大的这个优势。翻这个。对，这时候黑棋好像如果直接断这个好像是不太成立的，他如果这样下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好像可以打，先打这个，嗯，然后再打哪个，对，再打这个，再冲过来。嗯，这样黑棋不太行吧，这样好像黑棋不太行，你这个被我蒸死了，不行，那拐打被贴过去了，拐打被贴过去，黑棋也是没气，这不行，不行，所以说他这个靠的意思肯定是想靠断嘛，嗯，肯定是想把白棋的子吃了，黑棋效率是蛮高的，嗯，但是他暂时还不行，他先靠这个，不敢断，他先，对，他又靠的这个，靠的这个，他靠这个意图，对对对，靠这个意图就比较明显了，你就走这个的话，我再加，嗯，这样我顺势去断你，你这个不好意思忍吧。应该也不能忍，忍的话我就可以断了。他要扳断他吧？对，你如果扳断、或者是顶断，顶的话我就顺势长。顶的话正好长过去。顶的话就长过去。接着你这个被我接上也是，这个棋形也是很难过，嗯，就被我全都打回去了。要冲我就顺势断你。嗯。他这是接个步调。那这棋白棋直接顶断厉害。他靠的时候白棋就不给他机会了。挡住。嗯，这个太厉害了，这明显黑棋是在这个局部不是很有利的地方跟白棋作战嘛。对，这断开了之后，这依然没有连得很好，像这种地方，是不是就可以？对，这就是没有联络，反正总是有一些问题的，对，还要再加一个才行。他的这个白棋的这个后味啊，它是慢慢体现出来的。对。断在这儿、嗯，你这两个子也不能死、啊。这个棋，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点急躁，他可能这个又意识到形势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然后那个地方呢又不太好收。不好收，对对对，就是难受。这就说明这个形势还是不好。就是如果你要是这样下不对的话，就是说明形势不好。对。你看上去点目你形势好，但是你收官发现没法收，收两步就人家好，那这只能说你形势不好，对不对？就是人家潜力比你大。是的。黑棋有薄味儿。他打吃，他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转换，黑棋接上，白棋拐，嗯，啊，这样呢，他终于可以断了。在那边损失惨重以后，损失惨重，真是损失惨重。那白棋就算了。啊，你那边损了这么多了，我这边就不跟你计较了。这白棋收的太爽了，这棋。全部收住了，这个、全部收住了。
两边都收住了，黑棋就是做活了。那如果这个结果看呢，双方现在就是罢兵了，就是鸣金收兵了，开始收官了，看看谁赢就谁赢了。接下来黑的是尖这个，苦一下。对，这白棋并在里面，很稳，下得非常稳。对，短。好，这没什么好说，就是收官了。好呀。顶住。白棋大师，黑先拐一个。看一下，这个时候白棋要搬粘了一下，其实这个中府一定型完之后，双方就感觉突然从这个中盘啊，或者说布局，我们觉得刚结束不多久，就突然进入到了收官阶段了，很快啊，很快。从布局，大家想想，这个局部下完之后，白棋一飞，黑的这一跳起来，当时感觉还全盘空旷得很啊。那走了几步，这个中间飘了几步之后，瞬间开始收官了。然后这个段定型完了之后呢，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这官子都快收完了，就双方没定型的地方已经非常少了。对。这棋局进行的非常快的进行，对对对，就是有一种就是突然从布局瞬间就开始收小官子的这种感觉。看起来白棋在别的地方也没什么空，就主要的基本空就是这一块一方空，白棋的确是一方空，但是很大。接下来他是这个冲，这个冲讨厌，我觉得黑棋判断是有误差的。如果从这样看的话，黑棋之前的判断，它是有一定问题的。白棋呢，还是后目很多。一个是之前我们说的这个地方，白棋这个黑棋欠着东西，他要靠段去吃这个，就付出了代价。再一个就是这个冲，我觉得他也是，可能没有想到吧，就忽略了这一冲。哦，冲一下他很难受是吗？冲太难受了，冲你如果挡，这靠下来了。哦。有个靠，他冲是，就是这个意思吧。这样冲啊，他冲着了一下就可以靠了。本来这个靠这儿有一段，本来这样的话没冲着，对，就吃死了。他可以接在这儿，是吧？对，他现在冲着了，你就完了，你这底下杀气还杀不过人家。是，所以这冲的时候，黑棋就这太难受了，这个地方。这你补一个，他实际上就这补了一个。这补一个，这才逆收几目，这非常非常小的一步棋。然后人家这样还能断打一下。对。白棋之前先挖吃了一下，吃了这个。啊、哦，对对对。白棋先交换了一个挖吃，是跟黑棋断打这个。黑棋断打交换，然后白棋再来冲，最后黑棋挡，白棋冲，这黑棋这粘也粘不上。只好吃在里面。啊，那这个目数又好多、哦。这目数这将来冲掉着呢，这两个字。对。这牵着断，然后白棋就把这拐下来，非常稳。是，因为我们看到他挖吃，这儿无形当中又多出好多目，回头如果这儿一搬的话，这目数就全撑住。目数就是确定的，然后而且黑棋这块棋呢，吃了一个子儿还没活净。对，这让你补一个局部也是不活的。就是这个棋感觉上还是黑棋官子没法收。看上去你属木木挺多，但是你长木的地方太少了，没法收。白棋随便这抠一抠都是木、对，都是木，而且它都是就是白来的，都是跟着你走它就都是木。对，它这个看上去吃了花了一手棋，将来它还有后续的利益，都是这个白棋的权利啊。它没走这个，白棋管它冲这个，冲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想要威胁白棋，但白棋虎，这招棋也是大得很。是，我看白棋的目数一点一点的长起来。对，白棋的目越来越多，而且白棋越收越厚，这棋。是。黑棋毛病越来越多，这样黑棋去立这个，立之后他还是隐约的去盯着白棋的弱点。对。所以当初的这中间的后味还是很可怕。很可怕，他一点一点就体现出价值了。就是白棋冲这个，冲威胁黑棋整块，现在这块棋没活，它粘上。对，粘上。那你粘上，我这个地方就显然又欠着一个冲断。对。虽然我气紧吧，暂时不会走，但是这个就是这个目数啊，
靠一下，嗯，靠一下这个立，这个地方收收又有木，嗯，然后贴，对，这一贴，嗯，大家看这贴顺势把自己围住之后，同时破黑棋的眼，危险，这是他的目的，嗯，对，接下来黑棋就没眼了，这局部，嗯。得赶紧往回跑了，要不然这块棋好，这都是很损的下法，这都是非常损，人家拐住，每走一个，人家就这个目数啊就都有增长。是，黑棋呢都是单关，贴回来啊，贴回来之后，白棋把这个顶住，这个太舒服，还是个先手。这顶住也不是说绝先，就是说接下来还有目数。接下来先手提俩，吃了提，先手提俩。太惨了，太惨了，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啊，嗯，看这盘棋我有一种感觉，其实下到这儿的时候呢，黑棋已经就是实地已经大差了，嗯，就是好像本来从这个双方实地是黑棋优势，嗯，啊，然后变成很接近，对，然后收着收着就变成这个输很多了，就变成大差了，就是看上去黑棋也没下什么很不好的棋哈，是的，这就是。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问题啊，就是围棋不能是单从比目去判断形势的，对啊，主要还是看效率，这个棋黑棋在之前布局的时候效率下的不对，下的比较低，然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他又可能有点乐观，我觉得他可能判断有点乐观，松懈了，就当时还是要跟白棋去作战的，要拼的，要拼一下，就通过作战然后去这个进白棋的这个大空啊，这样才有机会。他实战这种选择了这种下法，其实看上去我们数目看上去黑棋好像还有些许的优势啊，嗯，其实已经不行了，当时啊，嗯，即使他不靠完了这个，他不靠这个不损这一下，他中间没依然是没法收，他你也不知道怎么收，对，他没法下这棋，你就是越收越薄，人家这越收空越多，是的啊，就是他这后势会慢慢体现出价值的，嗯嗯，这盘棋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这盘棋很体现赵寒城的特点。哎，对对对，他这一顶，这顶实在太难受了。我觉得，现在就是小范啊，他比较顽强。要是可能换了我的话，我就认输了。这个顶呢就不会再下去，太难受了，实在是。你这补也不是，不补让先手提两个，这收什么呀？哪有官子可以收？对，毕竟是联赛嘛。你作为主将，你坐在第一台，你能坐一会儿也是。哎，对对对，这是很有关系的。就是联赛跟毕竟有别于这个。个人项目嘛，对，是，嗯，这主将如果你轻易的交枪，那会很影响士气，对，啊，大家一看剩下三盘棋我们必须得都赢，嗯，输一盘就交代了，嗯，这是不一样的。你看见白棋打，其实到这儿这个棋黑棋已经输很多了，嗯，居然发现目数大差，对，大差，这真是差了很多，对，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比较一下就看出来了，之前我们点目这个形式黑棋控还可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跳进来的时候，嗯，黑棋可能数目还可以，对，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双方这一系列交换之后，黑棋是可能只有这个地方稍稍有一点点增长，对，剩下其他地方全都是在缩水，嗯，这个地方被人家拐下来了，对，他还有点目，然后中府呢是棋，这个一目棋都没吃少，人家将来打车提先手，嗯，啊，其他地方是没有任何长目，白棋呢是这个地方把这个口不仅收住了，还吃了你两个，啊，嗯，这个地方呢长了十目不止，因为当时白棋这个口是没完全封住的，是，这长了十目不止，加上这提就长了，就加上这底下还有一点，就长了快二十目了，嗯，这边白棋本身就是一个小差二，本身也没什么目，嗯，啊。他把目数呢是移到了上面，现在白棋中府这个地方多多少少隐约有一点目，而且这里黑棋是多加了两手棋，这一手就是花上对黑棋是花了手数的，嗯，所以说从这个我们其实都不用点目了啊，嗯，从这个进程来看就看得很明显，嗯，这棋黑棋是没有任何收获的，这官子收下来是，嗯，那么最后呢虽然还进行了一些，其实与胜负是无关了，就小范非常顽强，就打劫转换各种转，但实际上就是，嗯，只是在这个努力一下而已吧，对，是的，应该是不太行了，这盘棋呢就是赵汉城直白中盘战胜了范廷钰。
为辽宁觉华岛队这个主将取得了宝贵的这一分。很关键的一分。那么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呢，一会儿将有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我相信这个各位棋迷都是非常期待的，就鼓励对孔杰的对局。好，让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精彩继续。